挥别，亲手模仿幸福的画面，开心的是你的每一刻都值得纪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维。耶、yeah! ！恭喜恭喜，今年的夏天迎接了出道一周年，同时还发表了这次的全新的作品，叫做《Stardom》。对，为了你不满荆棘，也要前进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对，还好，再下去我可能记不得。就这样，好，等会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场试试看？要是这样，要再来简单的，来好。我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，喂，有学到，有学到，三二一，好不好？现在是拍照时间啊，拍照，先拍好，好，请准备，来，倒数，二一，请开屏。仙气凌人，仙气凌人，这个就有点厉害了，就是一种比较仙气的感觉，对。仙女棒，那他又要没了，我看看看啊，魔法仙女棒版本，魔法大家准备看好了，我啊，拍照时间来，拍照时间，快，好，请准备，来，哇哦，哇哦 ，beautiful， 哇好，哇 ，beautiful。哇哇准备三二一，新的这一次的这个 Started 出来，刚刚讲到，你看你们为了 Super Girl 这一首歌曲融入了自己的舞步编舞，然后为了新的单曲，哎，也都有自己的创作这样。可是，毕竟以一年的时间来说，你们还算是一个新人，对不对？还算是一个新人。其实每一次有新的任务的出现，知道说对你们来说是心理的压力，所以往往也都需要来一些可以看齐的艺人，尤其是全方位全能的艺人，要来给你们加油打气。哦，今天要来为你们站台的这一位厉害哦，他演戏，哦，他拍广告，哦，啊，他代言，哦，啊，然后他录音有唱歌，哦，还会主持，哦，有没有全能？全能，有 Super Girl， 有 Super Girl， 准备列队以 Super Girl 的舞步，让我们来欢迎安心阳。哦中间的位置 C 位给我们的欣雅，嗨，欣雅好，请跟我们现场朋友们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午安，我是安欣雅。哇，你看看是不是全正能量女神、全方位艺人的 Super Girl？ 欢迎你来我们今天六位还算是我们的这个新人级的 CTO 的这个签唱会特别来站台。先问一下，最近好像是有戏才刚刚杀青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刚拍完一部剧叫《月下为爱坠落的他》。月下为爱坠落的他，很长啊，之后再说啦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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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恭喜